是生我养我的阿妹，我不能当你万家媳妇，就忘了我自己是吴家的女儿。就是演了这几年的戏啊，我还是觉得那些情绪重的戏会留在自己的身体里。然后在剧组或者是在拍片现场，这种就是那个角色的苦痛啊。 平常人会觉得演员是演员就该做这个工作，可是其实那个状态真的很奇妙，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或者什么，然后直到下戏，偶尔那些情绪也会留着。OK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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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